我前几天还去看他练习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品是非常好的，然后我想去看看他的。哇，你们都不懂，这个冰上运动可了不起了，吓死我了！像刀，就是跟我做的一样，对吧？但是脚上有刀，而且落的时候全是硬的，而且都是平的，还没有跳台，还得转那么多，所以我觉得太苦了，而且还得穿裙子，冷死我了。所以我就觉得人家可真了不起啊，谁都能来奥运会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失误和有压力都是运动的一部分，他也是和其他运动，很多其他运动员也都摔了，大家今天也都能看见，对吧？所以，就是我们都得有一些体育精神，然后我们都得知道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在这个平台上给大家表现到自己的最好，但是最重要是它是安全的，然后最重要是他去享受这个过程。所以当然大家都希望他能拿到更好的成绩，但是他是最希望他自己能拿到最好的成绩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就是对他，就是更去了解他这个情况。